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第二阶段第63场，山东日照钢铁女排对福建安溪铁观音女排的比赛现在开始，请传旗起立，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。
块，它那个位置啊显凸。哎，在我们的发球，所有人的发球攻不出来，动作太小心了，啊，想一想发球的节奏，然后防守的位置要站住，不要站死了，哎，篮网手硬一点，啊，就是后面的跑了出去，篮网不要乱摆手，啊，所以二传这个，注意跟两个人跑动一下打一打，啊，到位的时候接发球主动往靠一靠，然后啊不要来接一下，身体靠自己顶住啊，好，加油。
一场起高有啊，哎，有。球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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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准备。
是我们的发球失误太多，攻击性太弱了，知道吧？啊，一定把球线发过去，知道吧？啊，发球，然后其他人的正常的节奏，咱俩的攻击性了，啊，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防守，我们的防守这些轻球、轻拍的球，啪扬起来，就是重心都在后面做了死，做死了，就是两个环节，其他环节我们还可以，知道吧？就是发球和防守这两块要做好，定点攻的时候把它这些中线、斜线拦住就行了啊。
没法。
然后
太久，别乱花花，我把这个球员送过来。啊，就送好，就送好完了以后呢，你就准备好，准备单位你就准备好，完了之后做本地一点，看到没有？啊，给他拿单位的话就给他，啊，串起来，我说啊，根据自己的想法，完了以后大概是怎么就可以了。知道没有？然后其他人防守你别压太前，防守往后靠点，他们全部都弹线，啊，然后完了，他这单手起来的球很多，知道没有？不要像人，不要像往前冲，啊，动脚来，右脚。快！
不要等待到位球，有点出击啊！这个队伍都要准备好，把这个。
果断的线路和点打。对于对方一些上处理球的时候，我们不要着急，着到了手了以后先起高，起到我们场地之内起高就行了。然后接应好我们打强攻的球。拦防的时候，就是还是说的拦手硬点，中斜线，中斜线并着出，全得。Thank you.
没关系，
Thank you.
油。一定要相信自己，一个相信自己，然后完以后重新开始，重新去调动，知道没有？让他往后跑可以，给他转，给他，还有阿庄，阿庄后山，知道没有？都可以，果断的，我们把这路给他撸倒过去啊，没问题，来，知道没有？小魏，来，加油，对，相信自己，没问题，你大胆闯。
那我们的发球太保守，没有前面两局那么冲啊。然后完了后呢，我们心一定要定，因为我们是要去冲，知道没？不能等。我们这局又出现在那边等了，知道没？老是好像觉得说我们什么各个方面都没问题，知道吧？一直在等着对方失误，对方送分，不行，自己主动要去拿分，知道没有？自己主动要去拿分，那种情况你不行，就是上去给我传起来就行，不行就拿去传，知道没有？自信一点，好不好？啊！
球。两秒。记住一次啊。对咱们名字。上楼楼楼。不要让对方的劲儿起来啊！把我们不要等啊，自己主动拿分，这个啊，来一分一分啊！
快点。Yeah.
两个必须给我冷静一点，就是我跟往常人去处理，不要拍什么网边，拍什么二号位的那个边线，知道没有？他那个二船，他是直直的跟上去的，知道没有？你给我往常人去处理，不好球给我往常人去处理，冷静、心定、相信自己，好不好？来一个，来，来，加油！两个四局了。好、oh.
这边突一突啊，然后接发球也可以往上突，然后我看他有意识的往外打，来往左下突，往前试试啊，是看着他，看着他跳啊，现在我们的移弓，现在要移弓，这个注意力在移弓上，知道吧啊？打过来，行，可以，来，亚洲。没有啊，大胆传没关系，冷静一点，你现在有点着急，知道没有？冷静一点，然后你们那个打就倒正好一传，你要是去接一传倒地了，然后就阿端后攻，知道没有？啊，就很简单，就这样过了啊。
Thank you.
哪一锅还有啊？哎，看到看到。哇，先定。啊，没问题，三点。啊，先定一点。动起来，乒乓球。
不要往后拖。你像我们练了，就是踩住这个位置，让这个球到我们的身上这个位置，知道吧？啊，现在一次攻，现在两点三点钟是吧？那他要求我先跑一跑，时间拖一拖，啊，放松一点，不到位的时候两分是那个，啊，先把球打两个，打往上送，啊，是吧？这几分打了坚定一点，啊，好吧？这把一共打好啊？别着急，你想要高的，别别别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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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抢了球。
清醒一点，清醒一点。蓝你直线，黄你直线，现在啊，今天打其实来了，包括你这边速度啊，打快一点，拦网，进来进来进来，拦网了是我注意，还有个把一白线和中线中线，还有注意清楚，好吧啊，耐心点啊。Thank you.
地了，准备突破，突破这边。啊。哎，放松一点，放松一点。现在他的球兵因为啥？我们现在太紧了，对吧？自如一点，自如一点，好吧。进攻时候速率，速率。有啊，还有机会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两个都签了是吧？